广告。广告。腾讯视频里 QQ.com 网络链接似乎出现问题，你可以刷新或使用兼容模式播放试试。使用客户端播放不稳定，立即下载错误码 XXXX。我要反馈暂停。下一集0:03:39直播 ,3:39弹幕高清超清 ,720p, 高清 480p, 标清 270p, 倍速 0.5x, 1.0x, 1.25x, 5x, 2.0x, 倍速播放。在这里全屏到腾讯视频观看此视频，下一个即将播放取消广告。广告配音集锦。埃森纳3-1铁锤帮获赛季首胜，拉卡泽特造乌龙 50%,75%,100%,0027WC125W 播放模式 Chromeos 分辨率 1920x1080 视频框高 848x480 音量 50% 视频协议 https://vdnavd495d7638a4c3c80873c15d15165v smtcdns.com 下载速度缓冲质量真实错误码版本号 3.4.37 2018年8月28日10:05:04播放流水 19BB663 19748 F6B091620S128670201本地日志，点击下载，点击清除。腾讯视频观看完整版配音集锦。阿森纳3-1铁锤包括赛季首胜，拉卡泽特造乌龙。按住画面移动小窗 XWINDODWDATAVIDEOARRPUSHVIDT0027W4125WIMGHTTPNews gtimg.com newsapp.rs05031802314640400 Big 视频配音集锦。埃森纳3-1铁锤帮获赛季首胜，拉卡泽特造乌龙，时长约3分39秒。腾讯体育8月28日讯，英国媒体每日劲爆的消息称，英超豪门埃森纳即将与阿迪达斯公司签订一份价值3亿英镑的球衣赞助合同，而一旦成功签约，埃森纳也会成为世界足坛球衣赞助收入第三高的球队，仅次于曼联以及巴萨。目前埃森纳的赞助商合同还是彪马。埃森纳是英超的顶级豪门，虽然多年来无缘获得重磅冠军，但是枪手知名度非常高，也非常受球迷的喜爱。目前埃森纳的球衣赞助商是彪马公司，彪马公司每个赛季会拿出3000万英镑的赞助费，合同在明夏到期。埃森纳一直在寻找新的球衣赞助商，而来自英国媒体《每日镜报》的消息称，阿森纳将会与阿迪达斯公司签订一份新的球衣赞助合同，从2019-2020赛季开始，为期5年，每年的赞助费用为6000万英镑，5年一共3亿英镑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一旦埃森纳成功签约，他们也会成为世界足坛球衣赞助收入第三高的球队。曼联目前每年从阿迪达斯公司收到7500万英镑的赞助费，位居第一，而巴萨每年从耐克公司拿到6590万英镑的赞助费，位居第二。如果没有意外的话，在明夏，埃森纳就可以收到这一巨额的赞助。而这也会极大的改善埃森纳的经济状况。埃森纳会增加引援投入吗？踏雪无痕。